你好啊地球人。无论是灵敏还是礼仪，我们梦寐以求的都是一样东西，自由。为了这些莫须有的理由就抛弃我自由的灵魂，不去。明明是我拿了冠军，为什么他们一个个却比我还要幸福开心？云起，我会记住你给我的美好，感谢你付出的一切，但是现在我要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你也可以。姻缘这东西很奇妙，也许下一刻它就会出现在你面前。哇，我不就是人间人爱最美的小兰花吗？你看做乃东方青苍。高级炼药师及终极空间法师苏洛，我是吴凡，一个平凡的地球女孩。我叫兰哥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是一个美丽的小兰花，我的定位一直都是成为水云天第一花仙子啊。我是藤王府的郡主李莹啊。我是圣灵国度银莲族的圣灵啊。